家好，那这款游戏叫 Focus， 是一款横向的动作射击游戏。那我们随便选了，控制很简单，那个 alert 就是发射。alert 是发射，然后Control 是跳。哇，我一开始玩这个关卡会不会太难了？重来啊！我们只是要玩简单的游戏介绍而已，所以我感觉刚刚那个难稍微有一点难度了。哎，其实以动作游戏来看，刚刚那个也不算什么难度了。好，这边开始就有游戏简介了。以前我玩这款游戏，第一次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是试玩版。那试玩版的时候，永远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。那他会做个游戏简介，叫我们去收集魔法球。那我们就依照他所说的去收集。游戏方法真的很简单啊！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中间那一颗紫色还是蓝色的球？我们只要把那颗球收集到它规定的数量，那我们就可以交差了。这很简单啊，这是给小孩子玩的。游戏也不复杂，那重点就是也没有什么剧情需要你去探索，就是横着过，然后遇到怪物就射，对，那简单打打就过去了。哇，我都忘记跳是Ctrl了。哇，这个样子我怎么去玩那个什么杯子头啊？那么简单的那个动作我就不熟悉了，所以你知道我对那个动作游戏一向是很苦手的。如果是太难的那个动作游戏的话，真的是进阶不明了。即便是这么简单的那个游戏，我们也没有打算要过关。今天做个简单的游戏简介跟试玩，那就差不多结束了。跟以往的介绍游戏篇幅是一样的，我们大概做个10至15分钟的那个游戏录影，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早了。本来今天预定的进度是《凯兰蒂亚传奇》，但是如果我玩用正式的那个录影的话，那它耗费的时间需要远这款游戏的至少2至3倍长，但是不行啊。我明天还有事，今天得早点休息。这看起来就是有暗门，我们打开还真的有暗门，然后一堆宝石等着我们。有法师跟他讲一下 ，You found the secret， 你找到了秘密的宝藏。好，废话连篇了，不用讲了，我们就差最后一颗而已。拿到我们就可以过这一关了。捡到宝石以后，我们也不用特别去找什么过关的关卡，它条件达成以后，它自动会进入下一关。像这款游戏是最适合小朋友玩的，因为难度不高，又好上手。我记得我们之前那边有一个钥匙门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之前有一个钥匙门，但是
忘记去哪了，在上一关呢、啊。上一关我有看到那个有钥匙的，哇，那边推不上去哦。完了就伤脑筋了、啊。啊，这边我也是跳不上去啊，我得硬爬哎、欸。我得在实线鬼这边硬爬、啊，妈的，有种一下了，用闪电把你电死。这个就叫什么？这个就叫闪电滴滴。哎，我们的出入口出来了。这石像鬼好烦啊！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的话，我适合用手把，但是目前我这边是没有手把的。或许我改天会为了动作游戏而去买一个，几率很小了，因为我不是很在行玩那个动作游戏，也不是很在行玩格斗游戏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手把对我的意义来说就不大了。因为手把在用的话，它需要那种高灵活度的游戏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的反应需要很敏捷去那个什么维持你的游戏性的时候，你就会需要用到手把这种控制起来比较简便的那种控制器。好比说，如果我今天我要玩黑暗灵魂，在上面玩黑暗灵魂给你们看的话，那我会需要去买一只手把，因为有手把来对我来说比用键盘控制还来得简便，还来得轻松，还来得容易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会觉得手把对我来说不是很必要。那如果要我玩黑暗灵魂也不是不可以啊，黑暗灵魂的话我就有兴趣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因为黑暗灵魂需要的时间，哇，它居然会卡住了。黑暗灵魂需要的时间稍多啊，如果是像魔物猎人那样，喂、欸，我是不是吃到一个那个无敌的？我觉得我现在发射速度变快了。那个又是热门游戏，大家也都玩过了，所以我去录影的那个什么意愿就不太高了。我会倾向玩一些比较少人玩的，像这种游戏虽然是少人玩，但是同理可证，它也是少人看。那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们的主题一直都是玩旧游戏或者是恐怖游戏为主。我今天已经有打算开始要慢慢把哎。怎么从高处掉下来了？烫死我了！已经开始想要把恐怖游戏慢慢补齐。我目前考虑的是《层层恐惧》跟《Observer》。那《失忆症二》跟《Outlast 二》的话，我们看机会入手了，看万圣节有没有机会 Steam 降价，然后我们就来入手一波。不然现在价格有点高啊。600-700块钱，也不是负担不起，但是我如果想要玩的话，我会趁特卖会的时候入手，然后再给他玩一波。现在的话，我的购买意愿就不高了。这怪物这种时候生出来，想暗算我是吧？这游戏我玩的比较慢。那这样子推进也不是说很有意思，反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那个游戏时程表来进行。玩到差不多15分钟的时候，大家也都熟悉这个游戏的基本操作跟它的一些基本玩法，那我们就功成身退了，是不是这么说？至少先过这一关吧。我光是掉下来岩浆，我就已经掉了2遍了。会有人想要看这么笨手笨脚的人玩吗？我们最后一颗宝石在哪里啊？我们一路走来没有看到其他宝石啊。应该不是往上跳吧？我们往右走了。我们好像就从右边这边过来的嘛。啊，不对，这边宝石没有捡。你看到这边宝物没有捡没有？
所以证明了我们这个地区是没有来过的。哎，把金杯捡一捡。哇，他爽了他。他只是一个巫师而已，巫师学徒吧，看起来也不像是出道的巫师。他拿那么多宝物想要干什么？想要自己建立一个金杯王国嘛？看金杯拿那么多，这石像鬼好讨厌。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最后一颗宝石呢，它藏在什么地方？不对啊，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掉下来的。这游戏有没有地图之类的？好像从这个地方下来，又好像不是。哎，没有，这边有怪物，那证明了这边不是。要不然往上发射吗？哎，可以。来，再过来，老子射死你。这个真的，我觉得要用那个什么，要用那个控制器玩会比较好。用键盘的话，玩起来半手半脚的。真的，那个手会有那种卡卡的感觉，非常紧变的。然后开始有那种移动速度很快的怪朝我这边攻过来。没有关系啊，哎，我们闪电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只要玩持续发射闪电的话，那些怪物就拿我无可奈何。开，那只死猴子突然间出现了。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好了，最多就被扣一点血了。哎，第一颗宝石，哇，你怎么掉下来了？大哥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好吗？乖乖的做好你游戏里面的本分，这样我就不会对你 complain 了。那个超级玛丽控制还难，重点是我现在没有手把，用键盘我又不太习惯。去吧，一路推进，我们的闪电侠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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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啊，路走到最后居然是一个老头子。哇，走这一趟好浪费时间哦。靠背啊！哇！再掉下来一次我就不玩了。快！猴子，没有人在那种说出现就出现的。我天哪，我从刚从上面过去而已，就你现在开了一道门，然后跟我说宝石在另外一边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先把
这边的宝石拿一拿再过去好了。哇，当怪物一群成群结队的出现的时候，我居然会累了。我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，你现在想要杀我没那么容易啊。有时候如果玩杯子头的话，也是要得要这样子慢慢的推啊。但是杯子头比这个难多了。我如果真的要玩那种硬派动作射击游戏的话，我100%一定会用手把玩。明知道我用那个什么用键盘玩会卡手卡脚的，我还用键盘玩，我傻子吗？这里的怪物多了，不好推进。这边要全部解谜，还需要很多时间呢，我才拿三颗宝石而已。好啦，反正那个游戏名称告诉你们，那游戏玩法也告诉你们，那基本的流程也操作给你们看了。所以我们今天Hawkers的游戏介绍就到这边为止。那谢谢观众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次。有机会再介绍其他游戏，那给各位来看。不知道是什么游戏啊，反正我会去找。那找到的话，就不会以破关为前提，介绍游戏为前提来做个游戏录影。好，我们游戏介绍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